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陆博。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彭孟华老师。彭老师，欢迎您。彭老师，今天我们的编导呢给我们准备了一些花花绿绿的小碎片，您看看这是什么？我来看一下。嗯，啊，这个就是我们喝的那个饮料瓶。嗯，被粉碎以后，嗯，你看有商标。彭老师真是好眼力啊。那么今天我们发明项目呢就跟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碎片有关系，它究竟是怎样的发明项目呢？我们一起来先睹为快。瓶装饮料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以其携带方便、口味多样，深受大家的喜爱。然而在过瘾之余，瓶装饮料也让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困扰。大量的废旧瓶子堆积如山，既影响环境的美观，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回收这些塑料饮料瓶，将它们进行无害化回收再加工，成为这些瓶子最好的归宿。那么这些塑料瓶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的记者打听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人正在进行塑料瓶的处理工作。然而眼前的情景和记者的想象大为不同，工人正拿着簸箕站在电风扇前费力地筛选着什么，这些吹下来的碎片是什么，工人们这又是在做什么呢？大姐，您这是在做什么呀？我们在分解那个塑料瓶片。哦，分解塑料瓶片。这些塑料是咱们这个平常喝饮料的那个瓶子，是吗？就是那个瓶子啊。然后这个瓶子怎么成这样呢？这是废品，不是回收以后，然后打碎了以后，把这个瓶，那塑料瓶和那个纸分开嘛，包装纸。嗯，因为包装纸要分开以后，然后可以分开可以利用嘛。哦，就是说咱们回收的咱们平时喝饮料的那个瓶子之后，哎，是带着那个标签一块打的，给它打碎。哎，对啊，打碎完了之后就在这儿来进行分解，是吧？哎，对。原来眼前这些花花绿绿的碎片就是饮料瓶粉碎后的样子，工人把它们叫做毛坯瓶片。为了使塑料瓶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必须先将它们打成这样的碎片。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由于塑料瓶是整瓶粉碎的，粉碎时有的瓶子上还带着塑料纸做成的商标纸，这些商标纸的塑料是不能进行回收再利用的，必须将它们和塑料瓶的碎片进行分离。这让我们理解了这些工人的工作。我看看您是怎么给它吹走的呀？我能看一下吗？啊，可以可以啊。这个就跟我们乡下就是种的麦子啊，然后我们不养麦子嘛，乡下吃啊，然后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这样就是不停的往下抖。哎，一个钟头，轻的就飘走了，飘走了啊，重的就留下来了。那我能试一下吗？可以可以可以。好嘞。可以可以。看到大姐工作，我们的记者也想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分离塑料片的工作是不是像想象中那样简单。一个手托着。啊，你站到这边来。我站到这儿来。这个手托着。哎，这个手托着，靠这边，要靠这边，啊，还得角度要，哎，角度，哎，要把这些纸高一点，啊，高一点，举高一点，要举托起来，哎，要托起来，托起来，哎，啊，哎呀，要举这么高啊，要不行了，矮了不行了，举这么高胳膊不舒服呀，没办法了，哎，这样它就轻了就飘走了，哦，快了，慢一点，啊，慢一点，啊，要慢一点，慢一点，啊。这个速度不好掌握呀！哎，要慢一点，看得分不清楚。哦，那还得重新再来了。啊？弄得太快了，就还得重新再来。还得重新再来一遍。行了，咱们看一下是不是不合格？您看一下，这个塑料纸还有啊，小的塑料纸还有。啊，这是我刚才分解的啊。这还一圈，你看，轻的都在边上还要弄干净，哦，这轻的都没有吹走。啊，这个还要来一次。还要再来一次。好吧，这里的就干净了，你看啊，这边垂下来的干净了。好，那再这咱们再来一次。没想到这看似简单的工作，我们的记者干起来是那么的手忙脚乱，角度不对也不行，速度太快也不行，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哦，我能看见这个塑料纸被吹走。嗯。哎呀，这个灰都到嘴巴里来了。没办法。你们是不是也经常被这个灰烫到啊？高一点。那抬高一点。高一点。我抬不起来了。这个手这样弯一点。啊？这个手这样弯一点。这个手这样弯一点。弯一点。这样慢一点，然后这个拖着，拖到这儿，哎，对，这拖着，嗯嗯嗯，哎呦，好累，好累，我真的看你们在这儿工作还不觉得，自己一干活，这自己一尝试，真的是挺累的。没干多久，我们的记者就叫苦不迭了，如此辛苦，这分离的质量是否让人满意呢？这样可以了吗？这样，这个不行哎。啊，还不行啊！还有嘞，还是要这个重弄。辛苦了半天，记者的尝试完全失败了，不仅累得胳膊酸痛，而且这分离的质量也很难让人认可。大姐说，即便是熟练工人，也很难一次将塑料片和商标纸全部分离，往往要反复两三次才行，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那咱们这个活儿这么辛苦，有没有机器能帮咱们干这个活儿呢？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干活的呀。哦，也没有机器帮我们干。嗯，但是好像最近好像听说，有一个叫什么朱建伟的，然后他生产了一套机器，好像能干我们这个活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从大姐那里听说，有一个叫朱建伟的人可能有办法，我们的记者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探访一下。你好，请问您是朱先生吗？哎，是啊，我是中央电视台我爱发明栏目的编导潘茂。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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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们听说呀，您这儿有一个这个塑料瓶的去标机。去标机。啊，我们想来看一下。看一下是吧？嗯。发明人朱建伟，发明项目塑料瓶去标机。这个就是标签分离的。哦，这个就是您的这个机器了。哎，对对对，瓶片跟标签最后一道就是缝的原理来分离的。标签纸是轻，那么瓶片就是重，嗯，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把那轻的卸走。那重的就掉下来了。老朱的机器由三部分组成，顶端是料仓和控制吸力大小的真空阀门，下端是分选通道和出料口。当毛坯瓶片进入机器时，由负压产生的吸力会带走瓶片中质量较轻的商标纸，质量较重的塑料瓶片则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通道自然下落，而 Z 字形的通道设计延缓了瓶片下落的过程，可以使其中的商标纸有更多的机会被分离。了解了机器的工作原理，我们的记者不禁为朱建伟的巧思妙想叫好。哎呀，您太聪明了。但是这个原理哈，我也是听明白了，但是这个机器到底好不好用，我们要不试试看好不好？可以的，可以的。俗话说得好，光说不练假把式。朱建伟的想法不错，这台机器看上去也有板有眼，但是它是不是如人所愿能把塑料瓶片和塑料商标片分离清楚呢？这个就是咱们一会儿要测试用的这个料是吗？啊，是的是的。是叫做毛坯瓶片。对啊，咱们管它叫毛坯瓶片是因为它这个里面包括了这个瓶子，还包括了上面的这个标签纸。啊，那咱们现在可以开始测试了吗？好了，可以的。嗯，我们运来满满一车的毛坯瓶片，看看老朱的机器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好使。啊，还要拿个梯子。哎，因为咱们这个进料斗很高啊。进料斗在机器的顶部，需要借助梯子才能将料喂入。老朱解释说，这样下料的速度快，分离的效果好。果真如此吗？可是正当一切就绪，准备开始之时，一个不速之客忽然闯了进来。你怎么又在搞这个东西呢？
是呀，就试试看嘛。还能成？成的。你这要花多少精力，多少那个钱花在上面了？试下来再说吧，你看着就知道效果的。这个人一出现就对老朱指指点点，他是谁？为什么老朱不但不生气，还满脸陪笑？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老朱的妻子。为了老朱做机器的事儿，一向温柔的妻子没少和老朱闹别扭。站在妻子的角度，他有着自己的考虑。我感觉就像怎么说吧，作为我们来说感觉挣钱不容易，在这上面投资也感觉就是说小农民，你说我们这种小老百姓一花弄个这边弄个多少钱，那边弄个多少钱，想想也确实有点舍不得。舍不得。对对对。觉得他这个机器行吗？我感觉反正希望不是太大吧，应该觉得希望不是太大。对对对。您自己觉得呢？他不太懂的，对机器不太懂的。啊，这个应该我想想应该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那要不咱们还是给他运转起来，咱们看一下吧。好的好的。那你也看看。好吧，试试看。听到妻子有兴趣看看自己的机器，老朱迫不及待地爬上梯子，准备给妻子好好演示一下。机器开动，这边雪片一样的毛坯平片飞入料仓，那边下料口的位置，分离完的平片就倾泻出来，花花绿绿的平片很快堆成了小山。老朱也忙着从梯子上下来，看看这机器分离的效果到底如何。现在看看怎么样？还可以，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啊，稍微有一点。你看看，是，我感觉啊，那个标签纸好像是还可以，少了一点，但是我感觉你这个产量不是太大吧？没问题。啊。没问题的，你也可以比这，调好了，好像第二十个人都可以。20个人。嗯。哦，您觉得能比得上20个人？你又吹牛了，那你真的认为说可以的话，那我再20个人跟你试。可以的，很有用的。20人我去找。为什么了？对吧？你这样能做到我去找，但是假如再做的，假如不行呢？为什么？有什么不行呢？那既然这样，咱们就比比看吧。好的，比比看。从质量上看，机器分选的效果还不错，只有少量的商标纸没有分离干净。但是妻子觉得，搞这么个大家伙，不知道能抵得上几个人，要是不实用，那不就白忙活了吗？而老朱认为自己的机器起码能抵上20个人，妻子觉得老朱又在信口开河，于是决定真去找20个人来和老朱比一比。在工厂的外面是平时工人们分拣毛坯平片的地方，听说要和老朱的机器比试比试，工人们都跃跃欲试，忙着布置场地。另一边，机器要从老朱阴暗的实验车间里搬到阳光下，期待着能有一个完美的亮相。可是机器实在太重了，移动起来非常困难，原本是竞争对手的工人们这时也赶快过来搭把手，一起把这个大家伙请出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搬动着机器，看得老朱好紧张，生怕一个不小心会弄坏了自己的心肝宝贝儿。摆好了位置，老朱又忙着调试机器，希望机器有个好表现。这次比赛，我们给双方各准备了500公斤的毛坯平片，看看哪边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分得又快又好。这时，天空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大家都不敢耽搁，比赛马上开始。人工队这边人多势众，一个个信心十足。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在这儿有一场比赛，您呢是作为这个机器队的代表，您是作为咱们这个人工队的代表哈。我们准备了500公斤的废料，相当于就是半吨的量哈，每个队都是500公斤。我们一会儿来进行一下这个比赛。我看一下咱们这个机器队有几个人呀？机器队我们两个人呗，辅助的三个人。辅助了三个人，加上您，一共4个人。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呢？两个是跟我投料的，因为太高了嘛。
跟帮我投料，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到时候料下面多了，把它清理一下嘛。下面多了，到时候清理一下，所以一共要四个人。四个人对。啊，来，我们看一下您这边有多少个人呢？我这边有20个人。嗯，这边加上您。一共是20个人是吧？对，咱们的这个方式就是用电风扇来吹，来进行分拣哈，主要还是靠人工，的一个操作。一会儿呢，我们就要比一下，看你们两边哪边捡的又快又好。肯定我们这边好。你觉得你们这边好？对，肯定我们这边好。那不一定了。那不一定。我们看一下咱们这边的这个师傅啊，您从事这个工作多久时间了？弄了6年多了。6年多了。对。那您自己觉得您这个效率怎么样？嗯，还行吧。还行啊。那一会儿可要参加比赛啊。比赛嘛，我们人多啊。我们人多啊。人多。觉得能赢吗？肯定能赢的。肯定能赢，这么有信心啊？是啊，我们这么多人。咱们人工队这边有信心吗？有。哎呦，气势这么宏大呀！这个朱先生，您害怕吗？不害怕。不害怕呀？不害怕。这边可是20个人呀。20个人，我机器的话，智能化程度不高呀，是不是？不费力的。好，预备，开始。加油啊！加油！记者一声令下，老朱一马当先，迅速的开启机器。这边喂料，那边分选完的瓶片就落了下来，而人工队这边却有点犯懵，大风扇的强大风力把分拣好的瓶片吹得到处都是，搞得人工队手忙脚乱。出师有些不利的人工队需要赶快进入比赛状态。身为这场比赛发起人的妻子心里暗暗着急，她忙着帮工人递原料，恨不得一下都倒完才好。而他们的竞争对手老朱这边却干得起劲儿，毛坯瓶片被一次一次地送上机器，这样看来似乎已经占了上风。可是眼尖的记者却发现了问题，这分选完的瓶片似乎没有想象中那样好。师傅，您看看这下面不太好。师傅，您看这个里面还有好多这个标签纸呢，都没有清干净啊。雨水使商标纸附着在塑料表面，影响到老朱的机器的分选质量。老朱赶快爬上梯子调整阀门，让机器的吸力再大一点。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老朱又可以开始了。这一次分选的效果好了很多，再看人工队这边，为了鼓舞士气，妻子亲自上阵，而他带领的人工队似乎也找回了状态，希望靠着人多力量大的优势扳回局面。乘风飞舞的商标纸犹如漫天飞舞的雪花，不多时就铺满了地面。那么人工队这边分拣的质量如何呢？他们会不会只重速度不重质量呢？太快了，慢一点。对，这儿分拣的怎么样了呀？还行吧。还行啊。分拣了多少了？拣了将近一半了吧，大概这么多人。质量怎么样了？质量我觉得还行吧。还行。那我看一下您的质量啊。人工队虽然辛苦，
但是人多势众，不一会儿就见了成效。那怎么都到这边来洗这个原料的呀？那边没有了啊，那边没有了，那边已经分解完了。对呀、啊，咱们快结束了。那你们速度还挺快呀、啊。是啊。好，那咱们加油啊。好。你也过来了？没有料了。啊？这边没有料了。那边已经没有料了。对。一会儿能赢吗？啊，笨！啊啊！一会儿能赢这比赛吗？哎，能赢啊！能赢啊！肯定赢！肯定赢啊！说话的功夫，大家你一铲我一铲，一大包的原料，竟然见了底。咱们就剩这最后一点了。对对对，最后一点了。那咱们这好快呀、啊！我就是说，我们肯定比那个自己快。哦。看着这最后一点料分解完成，人工队的工人们满是喜悦。朱师傅，朱师傅，人工队那边已经结束了，人工队那边已经结束了，咱们这也得停手了。咱们这边还有不少啊，还有半袋子呢。可是人工队那边已经全部都分解完了，啊、咱们这在这个速度上是落后了啊。嗯，因为是人工往上投的，啊，他是20个人投，我现在只有，其实我一个人投。不管怎样辩解，老朱的第一次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机器在速度上没能比过20位分选好手，这让老朱很不甘心。回想起比赛的情景，他觉得一定要设计一个机构，提高机器的效率才行。经过一番研究，一台全新的机器诞生了。改进后的机器增添了许多新元件，看起来更加复杂。那么，这些新元件是做什么用的呢？哎，你好，这个就是咱们的第二代机器了。哎，对对对。我看跟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哈。嗯。这个变成玻璃透明的了。这个粒子型的这个通道。哎，可以看到里边的标签分离的那个效果。啊、哦，可以看到。这中间可以能看到。啊、哦哎。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有其他的不一样，那上面多了一个什么呀？啊，下面增加了一个斗。啊、哦。哎上来用缝上了，不用啊。这边还多了一套设备。啊，对。看这边，嗯，还多了一套设备。哎，这套设备是做什么的呀？那个不要人爬到上面去了，从下面就料倒进去。嗯。啊，倒进去就自动上料。啊。自动上料了。自动上料。啊，对。曹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呢。我们都知道，由于重力的原因，所有的物体都会向下运动啊。但是为什么发明人发明的这个装置可以让碎片旋起来往上运动呢？其实呢，它利用了离心原理。嗯，在这儿我做了一个小模型，我们打开看看里边的构造。嗯，这是一个可以旋转的叶轮。嗯，我到时候通电以后呢，这个啊，嗯、哎，这轮可以转起来。嗯，那么在外边呢，我又做了这样一个外壳。你看这个外壳的形状像什么样子？像个烟斗。像个烟斗。嗯。它里头是一个空置的空的嗯圆的腔体嗯，但是在这个位置掏了一个洞嗯，这儿向上安一个管子。我们说呢，当这个轮子高速转动的时候嗯，它会把空气呢从这个管儿给它推到上边去，所以中间这个区域它的压强是比周围大气压强要小的嗯，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负压嗯，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装置给它装好以后嗯，我让它转一转嗯，我们来感觉一下嗯，它转起来了嗯，如果要把一张纸放到这儿嗯，这张纸呢就能够吸住了嗯，在这儿我又点了一板香嗯，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香在这儿燃烧时产生的烟哇越来越大了，你看它跑哪儿去了嗯，是不是从这个口嗯跑上来了嗯，哎你看看这跟烟囱似的就向上跑 嗯，它就是利用这个离心原理嗯，把这个塑料里边的那些个片儿嗯轻一点的给吸上来嗯，从低处吸到了高处。
那么发明使用的这个原理还是非常的巧妙的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来继续改进的它的这台装置的呢？我们继续往下了解。老朱为了使机器的性能更加完善，可谓煞费苦心，不仅增加了自动送料的装置，全透明的设计使分选的过程能够清楚的呈现。那么改进后的机器能否让老朱如愿以偿呢？我们打算让机器与人工再较量一场，要把这个庞然大物搬到比赛场地可真是不容易，工人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组装好，而另一边人工队也摆好了阵势，准备和机器争个高下。好，这一回啊咱们又是一场比赛了哈，还是两个队哈，我们也是一共准备了1吨的这个料，每个队呢都是500公斤，看哪边先分解完，分解的又快又好。您这边有多少个人啊？我们一共连我三个人，有两个人，两个操作啊，又比上次少了一个人了哈。那您这边这次有多少人、我们这边这次用40个人。40个人？对对对，跟他们3个人来比啊？对对对，哎呀，您这边觉得能比过他们吗？稍微有一点压力。有点压力。对于比赛的结果，老朱有些犹豫，毕竟对方有40个人，而且一个个胸有成竹，我们不禁为老朱捏了一把汗。那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记者一声令下，人工队争分夺秒，而老朱也迅速启动了机器。改进后的机器入料非常方便，透过透明的罩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平片在机器里旋转飞舞。再看看下料口的位置，分选完的平片如潮水般涌了出来，很快堆积成了小山。人工队这边也不逊色，40个人排成2列，场面相当壮观。人工队干得起劲儿，再看看机器怎么样了呢？奇怪，老朱怎么跑到机器上边去了？莫非是机器又出了问题？原来老朱发现分解完的平片里夹杂了许多商标纸，他需要再去调整一下阀门，增大机器的吸力。老朱的机器虽然速度快，但是这吸力的大小实在不好把握，老朱只好不停地爬上爬下调整阀门到理想状态。老朱这边忙着调整机器，人工队可是一刻没停。作为有着多年经验的老师傅，对于倾倒角度的把握非常自信，毫不费力就筛选完了一簸箕的料。经过反复调整，机器这边似乎也找回了状态，虽然爬上爬下的十分辛苦，但是调整后的机器的表现让老朱十分满意。老朱要带着机器追赶落下的进度，而干的时间久了，人工队这边可有些受不了了。有点累了。那这师傅啊，累不累呀？累呀，好累啊。哪累呀？手，两个手。啊，师傅，你在这干活累不累呀？啊，我手啊一直在抖啊。一直在这抖。哎，累。干了这么久，人工队的师傅们有些力不从心，分拣的速度和质量也大不如前了。我看那个机器队那边可是快要结束了。我们这边应该也快了。快了，也很快结束了啊，差不多了。人工队这边马上就要结束战斗了，妻子手中已经剩下不多的料，而脚下分解完的塑料片更是铺满了地面。看来人工队这边可是胜利在望啊，老朱这边可要加油了。冲击啦！机器队可是已经结束啦。
容易哈。咱们这一回这个机器队，跟咱们这个人工队，是几乎是同时完成的，差不多，差不多啊，人工队稍微慢了一点点哈，不知道咱们这个质量上怎么样哈，咱们先看看人工队。你看到这边到这边基本上分解线了，那外边在标签子在那边啊，这个是相当于是分解好的，对，这一段是分解好的，然后从这边开始我看一下这边干不干净啊，这边还不错，哎，这边还真的是挺干净的。那要不这样吧，咱们拿上咱们这一块啊，效果最好的一部分去跟咱们这个朱师傅的机器哎效果来比一下。好的呀，好，这个是咱们这个效果最好的啊，好，看一下。朱师傅，您觉得你这边怎么样？觉得还可以，效果还可以，可以了，还可以。大家觉得呢？你们也来看看，你们来看一下吧，你们也来看一下怎么样啊？这次？这次还行啊？这次还行，比上次有进步，比上一次有进步，比上一次有进步。好像跟你们分的这个最干净的部分是已经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那看来咱们这次的这个效果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哈。95.96，这很明显的。什么效果？效果很明显的。那看来这一次咱们这个比赛结果还是很不错的哈，咱们这个朱先生。基本上。对，基本上是主手。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比赛结果你想到了吗？没想到。没有想到有这个结果。还可以，真的说还可以。我一直以为它不如我们人工吧，量上跟那个质量上应该不如我们人工，但是这次比下来我感觉有点畏惧了，有点感觉有点那个，它追上我们差不多了，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那您想到了咱们这个结果吗？结果我想应该是在我意料之中，应该是差不多的，差不多能，因为上次吃了点亏嘛，这次稍微等于改进了一下，可能加了风机啊，各方面上改进了一下，改进了一下，还是可以满意，还挺满意的。但是我还要感觉还要再改进一下，还要改，对，再改进一下。为什么还要改呢？改进一下，再提高一些产能嘛，用的人还要少，用的人哎，对，可能效果会更好，是吗？自动化程度更高。自动化程度更高一点。你这还真是不放弃啊，就是很执着呀。我们做机器肯定要把追求更完美的，追求的更完美。这次比赛，老朱机器分离的塑料片，无论在质量还是速度上，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老朱却并没有就此停手。他觉得，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他的目标是制作出一台塑料瓶去标界最棒的机器，于是他又一头钻进工厂，终日与机器为伴。对于老朱的行为，妻子一肚子怨气。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总是为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花费时间和精力。老朱偶尔申辩几句，但往往是陷入了长时间的冷战。妻子的反对并没有影响老朱发明的决心，他依然我行我素。一年以后，一台全新的塑料瓶脱标机诞生了。哦，这个就是咱们的第三代机器了。对。我看好像这个第三代到跟第二代感觉差别不大呀。这边增加了，因为产量就是考虑到产量呢要增大嘛，增加了一次，就是两次分选。它上面原来有的有一次分选，这里边流到里边，流到里边增加了两个。相当于是我们又增加了一次这个分选。改进后的机器在筛选的通道内增加了两个分选口，这就相当于商标纸在顶部通道内侧共有三次机会被吸走，这样大大提高了分选的精准度，可以让毛坯瓶片中的商标纸无处藏身。您觉得这台机器的表现真的能比上一代机器要好吗？那肯定的，
所以说增加了两次的话效果绝对好了。嗯，这么有信心啊。嗯，对，那咱们还是比比看吧。好的好的 OK。 为了验证机器的效果，老朱又和妻子商量比赛的事儿。嗯，行，那个标签分离，标签分离器我又改了，增加了一次投标嘛，就是两次投标了嘛。那么还有呢，就是产量有所提升。产量多少高？比现在多少高？你现在是这个人，我估计现在改进一下，增加了二次投标的话，可以第二代机加六十个人都没问题，可以比过他们。吹牛。嗯，你不信，你不信试试看。啊。那不信试试看。那我再那个吧，再相信你，让你试试看，到底一个怎么样一个结果，让我能够来认可你。你假如真的不行的话，你就放弃。就到第二代这个，就到此为止，就不要再去弄了。那你看效果啊。看看效果。我们的终极大战在老朱的工厂里举行，这一次妻子找来了60位师傅，浩浩荡荡的队伍十分壮观，他们将和老朱的二代机一起对战老朱新改进的机器。老朱这边也不怠慢，他为这次比赛专门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有了它可以更加省工省力。今天呀，是咱们这个最后一场比赛了哈，还是您这边是机器队，然后您这边呢是混合队，混合队对，就除了人工，还有一台咱们这个第二代的机器，对对 对啊，今天哈、咱们两队，每一队呢都是800公斤的这个原料，咱们这边机器队。一共有多少人呀、我一个人。就您一个人。一个人，对。一个帮手都没有了。没有没有。这么多的原料，您一个人怎么给他送到机器里啊？用吊车，用航车呢，把它吊的放到那个料仓里边。哦，用这个吊车把这个料吊到那个叫做料仓是吗？吊到料仓里面，然后它就自动的给它送到这个机器里了。储料仓里面。啊，所以这边只要您一个人就够了。对对对。啊，那咱们这边混合队有多少人呀？我们今天准备了60个人。嗯。然后加一个那个第二代的那个设备跟它比。啊，就是说咱们这个人工这一块一共有60个人，对对对。然后机器还有一台机器哈，机器这边是2个人来操作。嗯。这么多人比您这边有信心能比？有，肯定有。60个人加第二台那个设备肯定没有。为了证明自己这边的实力，妻子带着工人师傅们喊起了他们的口号。我们有没有信心？有。好，那跟我大家跟我喊一下啊！混合队加油！混合队加油！混合队必胜！混合队必胜！行，肯定行。肯定能行，这么多人呀，你害不害怕呀？不害怕，不害怕。我有全自动的嘛，他们是人工的嘛，人工的，我是全自动的，反正一放进去以后就自动的，反正全自动。不是，我听着这个声音，我都有点害怕呀。没事没事，比下来看，比下来看，比下来看。那这样啊。还是听我的这个口令啊，预备开始。记者一声令下，双方都以最快的速度开始，人工队这边驾轻就熟，很快进入了比赛状态。而老朱这边也亮出了他的秘密武器。咱们这边是用这个吊车给这个料吊。对对对，啊，这个料仓啊，太高了呢。为了提高送料的效率，老朱为机器配备了一个大料仓，一次可以装下200公斤左右的料，这样老朱一个人操纵吊车就可以将料吊到料仓上，省去了人工送料的烦恼。可是这料已经吊到料仓上面了，怎么迟迟不见料下来呢？那个上面的那个袋子下面没有口，没有口，没有口要把它切开，把它切开以后放了就快了。原来
老朱光想着上料省力，没有考虑到怎样把它弄出来，情急之下只好用力在袋子的底部滑动，希望能滑出个洞来。看到机器如此不给力，人工队这边仿佛看到了希望。人工队这边干劲十足，一刻不停。老朱这边也终于划开了袋子的底部，毛坯平片终于像潮水般涌落下来了。为了防止大量的平片堵塞下料通道，老朱在料仓里设计了一个搅拌机构，通过搅拌使平片均匀下落到机器的料仓里。这样原本需要两个人工完成的上料工作，只需老朱一人就可以轻松完成了。机器虽然启动的晚，但是势头迅猛。人工队这边也不甘示弱，60个人加上一台机器，让他们效率倍增。看看这铺满地面的平片，就让人瞬间明白了什么叫做人多力量大。人工队热火朝天，老朱这边也不逊色，他已经装完一袋料，开始往料仓里吊装第二袋料了。老朱这边一共3袋料，这么快就完成了一袋，这个速度让人工队望尘莫及。人工队虽然人多，但毕竟是靠人力，时间久了难免会觉得浑身酸痛。可是机器不会轻易懈怠，它依然卖力的工作。看来这次老朱像是赢定了。可是就当我们以为胜负已定时，老朱这边好像出现了状况。啊！不对，不算了。啊！料仓卡死了。啊！卡死了，料塞的太多了里边。卡死了。啊！一下子加的太多了。老朱求胜心切，往料仓里添加了太多的料，机器一下不能消化这么多的料，结果完全罢了工。看来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欲速则不达呀。老朱查看了一下机器，觉得先把传动面条卸下一段，利用机械咬合的力量让机器先消化一下。看到机器出了问题，人工队觉得扳回局面的机会到了。眼看着人工队就要反超，老朱心里有些着急。原本想着终于可以在妻子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可是却因为太过心急而落了后。老朱觉得凡事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调整好心态，老朱专注地调整机器。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机器调整好状态，才能有完美的表现。装好以后快点，好了，再试试看。好了 ，OK， 一个四。心态平和，让老朱很快就修好了机器，开机再战。机器能否奋起直追，让老朱实现自己的愿望呢？料仓又开始下料了，老朱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这一次，他可不想再给人工队机会。清理一下出料口的料，老朱准备开始分选最后一袋料了。再看看人工队这边情况怎么样了呢？实在是太快了，人工队这边有些绝望了。一会儿那个。
降，因为机器实在太快了。太快了，之前想到了吗？之前也没遇到了，因为我们人比较多。让人工队彻底绝望的是，说话的功夫，老朱这边已经完工了。咱们机器队这边已经结束了是吧？结束了，结束了。啊，把机器关掉了。哎呀，这个速度太快了呀！咱们看看人工队吧。好的，好的，我们看一下吧，看一下人工队这边还有没有剩下的这个原料哈，咱们来看一下。机器队率先完成了比赛，而人工队这边还有好大的一包没有分完。看看这个有多少料呀？这个，对，这个好沉呀、啊，这个几十公斤了。这个有几十公斤了。嗯、哎，我没来得及，没来得及，你们说让停我就停了。可是那边已经结束了。怎么样？看来咱们这个从速度上来讲。肯定是不如人家了。嗯，速度上来看来是不行的、嗯、比不过他，没比过他、嗯、但是速度快质量不行，你也不行呀。好，那去看看。那咱们看看质量。看看吧，好，等一下吧。人工队这边虽然输了速度，但是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机器那边会不会赢了速度输了质量呢。我们从人工队这边选取了一簸箕分选效果最好的瓶片，打算和机器分选的比一比。哦，我觉得咱们这个机器分拣的也是非常干净的哈。机器的肯定要比他们手工的肯定要干净。机器比手工要干净、嗯、是吧？那边我们也拿上一戳机。嗯，你少偷那个啊。再作弊，也多弄一点啊！咱们再多戳一点啊，看看能挑出多少这个纸片。得相互挑。对，得相互挑。得相互挑。对对对，没事，咱们您先一个一个挑，来，您挑他的，您先挑他的。我挑他的，我挑他的。嗯。不甘心，我们肯定不甘心，肯定不愿意挑。对对对对，您不想挑是吧？那就这个。朱大哥您来挑啊。我来挑。对，都咱们都挑对方的，肯定不能有剩下的了。好，您觉得这边已经挑干净了是吧、挑干净了哈、那都在我的手里了哈，这个纸片、那现在就看咱们这个现在就看咱们的机器队里面到底还剩下多少这个纸片没有挑干净啊。要翻底下啊、我发现咱们这个机器队这边还真是不太能挑得出来纸片了呀，挑不到了。真的是没有嘞。关键是没挑出来多少啊。咱们这是咱们人工队里表现最好的挑出来的这个塑料片，这个是咱们机器队挑出来的，那只剩下的没有分拣干净的这个纸片。咱们很明显了，咱们这个您这一块明显的比人家要多很多了，基本上能多出3倍到4倍左右的这个没有分拣干净的这个纸片了。那么看来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从质量上，您这边都输了。没办法，输就输呗，反正输给老公又不是输给别人。是吧，事实能证明一切，我们比不过他。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了。对对。好，那这个这一回哈，咱们机器队是赢得真是很漂亮了。之前想到这样的结果了吗？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没有想到赢得这么轻松。你看赢了之后还要再得意一下是吧？历时3年，经过多次改进，老朱的塑料瓶去标机终于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多年的辛苦换作此时的哀怀一笑，更让老朱开心的是，在事业获得成功的同时，还收获了家庭的幸福。老朱的三代机研制成功不久，小外孙出生了。老朱希望孩子长大后也能成为一个为了梦想踏实奋斗的人。发明人的这个发明创造啊，我感觉到呢，在这个方面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充分利用了呢一个叫重力原理，
那么通过日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流道呢，它又利用了一个分散原理。那么另外呢，它还利用了呢这个我们空气动力学的负压原理，所以这样呢就是效果就非常好。作为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也注意到发明人还是从那小批量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那么流道的设计的宽度啊还有点偏小，那么如果批量再大一点的情况下，那可能这种分散度啊又要进一步的考虑。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彭梦华老师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一条钢铁长龙既能压花还会塑形，粉末进去板子出来，几乎不费任何力气。颠覆传统，灵感闪现，它能否做出质量上乘的石膏天花板呢？人工挑战齐上阵，它能应对自如吗？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天花板塑形记。